좀더 가볍게 걸음은 좀더 가볍게 걸음은 좀더 가볍게 yeah, yeah.是把头发梳起来好一点，还是放下来好一点？感谢土豆的么么哒，谢谢大家礼物。嗯，到底放还是不放？咋回事？放还是不放啊？放不放？没谁了你们，我听谁的老铁，我听谁的，没事，刚才先放吧。哎，我老不爱就是那种扎起来又放下来，感觉瞬间就从就变成了梅超风，还得整理一下。好了，然后让大家喜欢每期点点关注，点点直播室通知。然后我们来选一下第二首要跳的曲目是哪一个。你们真是的，都给我整不会了，我都不知道该干啥了。哎，你们选一下吧。我这个手腕勒的我还直疼。一二三，来倒计时五，是三二一，第五个，第五个是干嘛的？能不能玩了？咋这样呢？好了，第二个。我想跳椅子舞来着，但是我觉得不看。这高冷范儿送给你们。你一秒，为了你我
love me, baby。谢我们萝卜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累死我了。大家喜欢每期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视频左上角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。哎我这玩意儿累的我不要不要的，气死我。谢谢种子灰，感谢礼物。然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我看看跳一个什么什么、啊、查的事儿。感谢我们花花太岁，谢谢大家礼物。然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我看一下跳一个什么东西，跳一个慢点儿的吧。什么？我怕你们也累，我也累，都挺累的。嗯，然后互相理解一下。大家点关注不迷路。30秒的时间我就要回家了，大家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视频左上角我头像旁边的加号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，大家点点关注。那还有十几秒时间我就要回家了，兄弟们我们该撤了，我们该回家了，该回家了啊。拜拜。